廉价除了旅游景点，也少不了美食小吃。马上带你来看到的是超佛心的小吃。在台南新营一家60年的小吃店，卖的是古早味的米糕跟蛙粿，料好又实在，一份只卖25块钱。这店家还会贴心的附上一碗免费的清汤，价格8年来冻涨，更是当地的隐藏版美味。米糕淋上特调酱汁，渗透进入米粒，合而为一的口味令人齿颊留香。米糕人愈多愈好吃。伊个豆油啊，用料啊实在啊，哎，就煮起来，就个米糕啦，嘿，嘛拢都是很好煮啊。米糕好吃的秘诀就在上层肥而不腻的肉燥，肉汁和油脂流出，让每一口米糕柔顺绵密。而且业者特别采用陶制的容器蒸煮，更能够留住美味。是因为可以留住米的味道跟肉香、肉燥的香味。对，它只要一个一个炖起来，它的那个营养成分都会留在里面。卖了60年的米糕，培养一群老顾客，让人赞不绝口的还有这一碗蛙粿。纯米浆拌入油葱和馅料蒸熟，入口一抿就化，诱人的油葱香也随之散开。百吃不厌，好吃。你从蛙粿后吧，为了能点嘿呀，有够俗的呀。叫上一碗米糕和一碗蛙粿，已经让人吃饱饱。店家还会附上免费清汤，这样一餐只要一个50元铜板价。超佛心价格8年来冻涨，如果东西一直涨，我们撑不下去，还是得要涨。可是目前就还可以撑着，就试试看吧。台南新营这家60年老店，从上一代挑扁担沿街叫卖，到下一代接手有了店面，坚持好吃的东西便宜卖，虏获消费者味蕾。记者姚文华台南报道。